今仔上爱圣诞老人出场了，竟然不是坐落啊车，创意坐伫挂草机顶冠，将活动带离最高调。这是靠用的幼龄园欢庆圣诞节上趣味画面。我们是要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，让大家觉得圣诞老公他的出现是让小孩子有一种 surprise 的感觉，因为他没有看到圣诞老公公骑过割草机，哇，可能圣诞老公平常是用走路的啦，他坐飞机啦，开车，可是割草机是一种很特殊的，我们这里就是整大片草原，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让小朋友有一种惊奇，圣诞老公后面又拖了一大包的，带了一大包礼物要来送给小朋友，小朋友就觉得很开心。靠乡的幼龄园提前欢庆圣诞节，靠乡长蔡英雄也串领多位村长，和圣诞老人做伙分圣诞礼物，让幼龄园的小朋友欢喜加上一份爱。欢喜吼，会当看到咱义务吼，咱靠互相下这个幼稚园，会当来办个建好建起来呀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乡长啊，有时啊，因咧沟通了啊，拢无唔对啦吼。啊，我来甲人讲，会尽量拢来做好囡仔，啊，做好囡仔家长。随着教学不断创新，不时举办活动，邀请家长感情，靠乡的幼儿园每年招新人数拢爆满。目前我们乡长一师增班，可是目前有我们的教室不够，我们可以增班，但是因为没有教室可以增班，所以受限于我们的教室。已经满教室都满了，没有空的教室来。如果说我们有办法再增建一个教室，但我们的周托率就会越来越好。目前我们的快要已经满额了哈，那家长他们就是事先再来登记，准备就是下个学期的时候先预先报名。圣诞欢庆活动靠向的幼儿园，除了小朋友热情唱歌跳舞，也邀请家长带小朋友体验各种过去的佚佗物啊，期待和家长重温细汉回忆，也和小朋友共同过一个无同款圣诞节。记者李克山，差不多。